像就是这里，我听见了求救声。我们过去看看。被封印成了变形车，同学们，我们赶紧来解救他们吧。首先来看这辆红色的小车子，好帅呀！按下保险杠，一键变形。哇哦，快看，是罗索奥特曼。接下来来看这个黄色的运动小汽车，它会变成什么呢？我们并肩一起向前，就算看不见，我们也能胜利。运动汽车雷利，这个红色的小汽车是谁呢？竟然是第一个来到地球的初代奥特曼。绿色的挖掘机好帅呀！挖机凯，这不是出现在海洋里的大鲨鱼吗？它也可以变形吗？锵锵，出现了银鲨爱伊，阿斗阿斗，绿色的小飞机，来看看它究竟是哪位战士？快看，奥特六战士中的艾斯，重装坦克。坦克磁风，一只大象，这是卡宝车神巨兽时代系列。那我们给它变成机器人吧。变形完成，这是猛犸莫斯。最后剩下一辆黄色的坦克。迷你特工队大力士麦克斯，耶！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啦，喜欢别忘记点赞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